Honey 啊，过无外久就是 Christmas 啊！你感觉要送老母什么礼物，伊才欢喜？以后家己的财产都留稳哈。以前你拢送你妈咪什么款的礼物？以前刚过，才拢是妈，圣诞快乐！这个是我今年特别为你准备的假卡当。哈，你送我这哦？我是要穿到当时啊！你也袂晓看我安尼穿甲水当当，你叫我穿这哦？你也袂晓想啦。妈，别生气啦！你看，这是我送你的低基金礼盒，领了气色就水当当哦。还是咱厝边上大心，袂晓送我这啦。妈妈以后财产拢留予你。多谢妈妈。照这精神看起来，你是真正袂晓送礼物。安尼，恁哥甲财产归我捧去的机会，我看是真大啦。来，你赶紧甲我讲，妈讲有啥其他的兴趣，我来甲你想办法。有我伫咧，咱一定会赢。哎呀，咱就要交换礼物啦咧，恁大兄来袂转来，你紧敲一个电话给伊啦。妈。我已经卡几天啊，拢转语音信箱啊，伊就是不好啦，我想要回来陪你过节啦。是啦，妈，咱三个人过节，麦当过到真温暖啦哈。对啊，妈，这是我甲流氓准备的圣诞礼物，全都诶清洁用品。清洁用品，大便都安尼乌白上，是要甲我气死？妈，我回来啊。奇怪，我不是派人家己来去白旗啊吗？哪个回来啊？素明啊，来来来，妈妈叫你想你，你就回来啊。妈，这是我送你的 Christmas 礼物。哇、哦，多谢呢。哎呦，圣诞节送卡片哦，你哪只当生哈、啊？有心就好啊呢，卡片嘛足好个啊。你捌啥？这不是卡片，这是嘛国外上界流行的礼物卡。礼物卡都，讲遐济吼，嘛是一张纸。妈，我跟你讲。这礼物卡一张价值500块，才有一卡，你该啥物就买啥物。哇，真好真好诶！而且顶关阁有小公主的人气贴图，替我甲你讲，妈，这世人哦，我要甲你对调调啊啦！而且这款送礼的方式吼，上袂 NG 啊。对啦。你迄个卡都看起来真赞诶，倒去买下。嗯，便利商店、日式超市拢有卖哦。你伫拍图？大家好，我是金州人，想要知影礼物卡都爱安怎使用吗？打开你的电脑，到东森购物网站，内面有珠宝精品、美妆用品、人气美食、时尚三 C、家电旅游，通通有。选择你爱的礼物，结账的时阵输入银七里面的密码，就可以咯。